恭喜你获得一次穿越的机会，限时3分钟。穿越？那我岂不是发达啊？妈，我只有3分钟时间，你听我说，我是你未来的女儿，你记住，02年巴西，00年意大利，10年西班牙，然后是德国、法国、阿根廷，这些都是世界杯的获奖队伍。08年买茅台股，09年买比特币，然后去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深圳买房，还有。一件事你要记住，千万不要嫁给周刚，不要放弃你的工作和爱好，去过你自由的人生。哇，真的成功了。啊，对，可乐妈，你还是嫁给我爸了，对不对？明明知道结局，为什么还是要重蹈覆辙？那年我遇到你，你就这么站在我面前，手舞足蹈地跟我说你想要幸福，虽然不知道未来的日子会经历什么，但是成为你的妈妈一定是一件很幸福的事，但是还是有所不同的。